Man Monster 是晴美的山下公园 Ramen 河中区的有喜拉面中山店老板在逢甲夜市新开的拉面店。离家近，还不用排队，赶快来尝鲜。我们一开店就到，已经有人在等。听说山下公园的还要一开门就要小跑才吃得到第一轮。Man Monster 地址：台中市西屯区庆和街32号，营业时间11点30分到14点17点到21点。 Man Monster FB 请按此进门会先看到贩卖机，先点餐，再将餐券给老板，选项简单明了，最上面有拉面、饮品和其他的选择，下一步骤选面条软硬度、汤头咸度、酸度，接着数量，桌面前方贴上注意事项，餐点用完请将餐具放到吧台，定时抹布擦拭桌面，桌面上都有放置一块抹布等于等于，边吃拉面边看到抹布有一点盐味，又香柑橘鸡汤拉面220美元，选了一碗鸡汤，一碗浓汤系的，我个人爱这碗多一点，肉片鲜嫩，先吃原味之后再将柚酱柑橘加入汤头，想念起日本的阿芙丽柚子盐拉面，香料虾浓汤240美元，一样选了面条适中，咸度适中。翁先生喜欢这碗，虾汤本身不会吃到太腻口，香料拌入让整体更浓厚，可以再挤上柠檬汁，风味更丰富。这是六月底去吃的，写文章的时候看到店家七月后的限量商品超浓厚胡椒虾浓汤，一整个吸引人啊，波浪号波浪号波浪号，兽人烤布蕾80美元，好特别的烤布蕾，一上桌忍不住这么说。最上面有自制饼干和柠檬鲍丝，底下有淡淡白兰地，建议垂直挖下去一起食用，是一份很多层次口味的烤布蕾。我明明是来吃拉面的啊，怎么连饭后甜点都可以占据了这午餐约会的好印象。我自己是蛮喜欢的，看个人喜好咯。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 延伸阅读 Tilda， 台中西区北穗制面所自制面条，日本老板在公益路巷弄美食的鸡白汤底拉面。